I've got this thing gonna blow your mind. Pulling the strings. 奇怪，此人不是寒霜之体，可为什么身体却迸发出无限能力？莫非这就是师父说的性冷淡？为什么你们是两个按摩师？他总是摸我的腿。这是本店的新增的项目，通过我们的双手代替母亲的双手，唤起您儿时的回忆。算你运气好，今天我就免费治好你的性冷淡。不要停！小川，赶紧去扫厕所！你再偷懒，我连扫厕所的工作都不让你干了。什么？你是扫厕所的？哎，流氓！你有病！你才有病！不是，你最近是不是头晕头痛，记忆力下降，同时还伴有饭后呕吐？你怎么知道？涌泉穴、毒阴穴、内庭穴、病除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他今天没吃药，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教。江小川，这个月已经第八次被投诉占女客户便宜了，再有下次，立马给我滚蛋。月八次也不多吧？大哥，今天才二号啊！经理，你别生气，我以后保证好好干。行了，至尊包厢有四名顾客，点名让你服务，你可得给我伺候好了。是是是。去，专门点名让一个清洁工去按摩，有钱人的世界真搞不懂。小姐，五凶罩，而且是大凶之兆，你个臭流氓！嘿，你怎么也打我？行，待会有你好看。从来都是我亲别人，没有别人可以亲我。好厌恶！我的师姐们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能不能别来烦我？你没有看到力，为什么今后如此？师姐，师姐都是为了你。不不不，下山不准喊我师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宋神韵四大护法，三剑麒麟身死。你们这样做只会害死你自己。我是百年的炎毒之体，必须和寒冰之子离死出窍，才能避免化为一团血水。不练，你冲击十几次都失败。花儿，你冲击失败，并非你天赋不足，那是因为你是百年罕见的炎狐之敌。现在你只有和霜寒之体的女子结合，才能消除诅咒。否则的话，你非但不能突破成功，时间一到，还会因为炎狐之敌发作，化为一滩浓血。哎。为师赐你一个金囊，只能使用三次，关键时候救你命。他遇到霜寒之体，就会兵发激光。这么严重？我到哪找这样的女子？夜巴黎御中心。你们看，等这条线消了，我就死了。想不到我麒麟身子。一武双绝，天下无双，连自己都治不好。算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
我得赶紧找韩冲之体的女人睡觉才是。贞子，出去啊，你还是好好帮贞子打理好她的麒麟集团吧。你想嫁给他，下辈子要你管。跟你说过没好果子吃，这下信了吧？你看，吴总想获得我的头，把他给糟蹋了。姓龙的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心思。来都来了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我看。寒霜之体，竟叫我只身马脚！是，那你就给我浇水吧。哎呀，哇，阎王都敢打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要不回去问问你妈去。放，叶青这可是龙哥家里的地下皇帝。杨九爷的手下专门破案棍，你龙哥的胆敢打，我看你是服你了。小子，我看你功夫不错，让你给我跪下道歉，可以收你做小弟，看怎么样？不行，他要是倒向龙母，今天我就在劫难逃了。亲爱的，你终于来了，他们欺负我，你得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我操，这么主动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欺负你。来人！是啊，怎么了？无意进来无心，好歹你也是集团的总裁，扫厕所的当代人，当我是傻吗？你懂什么？我们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，不掺杂任何利益关系。你想清楚了，今天你要是站在他那边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来，别，都是和谐社会了，打打杀杀多不好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要万一把你小垃圾打死怎么办？说谁是垃圾？别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是垃圾。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今天我把你的历史打出来，就算你拉干净。出来，我上！女刀兵罪，几乎立千金。你要逃过就仙人敬酒，口头叩客。别怪你罪不告臣，无心行。陈国老罪不逃，不连环踢。这么厉害，或许他是一个不错的大总裁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！你不是要把我律师打出来吗？我不过来你怎么打？我告诉你，这娘们儿是杨九爷的女人，所以快别趟着了。连你们老大的女人都敢抱，你胆子不小。我错了。回去给九爷带个话，就说这女人我看上了。你小子给我等着！没想到你个扫厕所胆子还挺大，敢不敢跟我玩点大？没问题，下次来。结婚？吴亦轩，你疯了！进来还一根扫厕所，你就结婚？我一定好了，一会儿你妈妈你就等一会儿睡觉。妈，我和雨欣是真心相爱的，而且现在我已经不扫厕所，我辞职了。干什么？谁是你妈？给我滚一边！连扫厕所功能都无法胜任，以后怎么跟我女儿幸福？就是，真心相爱有个屁用？能当饭吃吗？真的以为友情就是饮水饱是吧？妈，你这话就不对，我会的可多了。是吗？我看你这乡巴的打扮，你不会刚从山上下来，连本书都没看过吧？谁说的？我可喜欢看书，那看起来叫费劲不是。我没时间给你浪费口舌，你马上现在跟他离婚。如果让杨九爷知道你跟他领了证，咱们全家就都完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没错，杨九爷马上就要到了。
你赶紧给我滚，听到没有？都准备好了吗？爸妈，臭小子，你差点把你老妈我给吓死，我还以为九爷来了呢。九爷马上就到，先让我把病历送。我的天哪，这么多病历钥匙啊！哇，那是自然了，这可是顶级的地黄丸，市场价只要3000万。3000万，发了发了，咱家社会彻底发了。天哪！哎，姐，你怎么还穿成这样？快打扮打扮，杨九爷的迎新六马上就要到了。你是？乖，叫姐。你姐夫？姐，他是你老公。嗯。没错，姐，你这不胡闹吗？你知不知道杨九爷可是出了名的性格手辣，他要是发起疯来，还不把我们一家全部给活埋了。妈妈，你怎么拦一下呀？趁现在还有时间，我们想见前书记。慌什么，不就是一个小小的杨九爷吗？你们就把心放肚子里去，他要是敢欺负我老婆和家人，就是两个字，笨。笨他？难道你是哪位大家族的公子哥吗？乔治打扮来的富闺蜜，她就是一个洗厕所的。洗厕所的？我尼玛！那你说这话有没有用啊？你知不知道杨九爷在江城可是地下皇帝，他的门生足足有8000多人，他一句话赶紧来我们死800次都不够。你死到不要紧，你别来我们一家呀！趁现在还有时间，你手头赶紧滚！现在还没滚！行，哎，九爷，九爷，九爷，你听呢？今天他可是主角啊！好了，快过来，你先在这来。不行，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呢？来人，刘小姐，咦，不用了，九爷，今天这婚我结不了了。哦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九爷，您误会了，李欣她今天发烧了，她说胡话呢。我没有胡说。因为我已经结婚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他已经结婚了。怎么还要再说一遍？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东西，我这活生生的人你不认识啊？人就是雨晴的老公。雨晴的老公？雨晴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千真万确，你们，你们不讲好歹的胆子，少了我的彩礼，我这辈子想找死吗？没有，九爷，我们绝对不敢欺瞒你，九爷。是，我九爷，我们是刚刚知道的。主要是我家雨晴涉世未深，太过单纯，被这个不怀好的骗子给骗了。骗？你看不出来我和雨晴那是情投意合吗？九爷，昨天就是这小子打了我们。什么？你小子居然敢打九爷的人，敢在九爷头上动土！九爷，我们一家人肯定站在九爷这一边。对呀、啊，九爷，我们家雨清怎么会喜欢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？哦，对了，九爷，我们家雨清还是玩命之士，等您处理这小子，我们保证把一个完好无损的雨清送到您府上。妈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我哪里胡说？我说的是事实。你把我培养这么多年，可不能凭一个扫厕所的。这扫厕所只是我副业，哎，我真是够了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打了我的手下，抢了我的女人，这每一条都足以让你逼成死罪。但是念你年少无知，今天又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就不杀生了，你就自废双手双脚吧。儿子，听到了吗？还不快谢九爷？他让我自废双手双脚，我还得谢他？行，我谢。我谢你八辈祖宗。嘿，你这小子杂种，九爷你都看到了吧，这小子冥顽不灵，死不悔改，必须得离开盐城。来呀、啊、上。怎么回事？这么一进来就给我跪下？老婆，这孩子太客气了，他没过年就给咱跪下了，给咱们发红包吧。九爷，这小子邪不可忍，上次我们的兄弟就吃了亏。老小子，我都没看出你来啊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练了一些广播体操，是您的人太客气了。油嘴滑舌，我知道你很能打，
但是，但是，个什么？傻了吧？你还嫩了点儿，就凭我手下八千门生，连一颗唾沫就把你淹死。长不到的女人，亲自毁掉她。你配吗？你敢威胁？你疯了？敢动我们九爷？我有什么不敢动的？哎，在我眼里，捏死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。信不信我跟你分你？我要是你啊，我就找个人打一口好点的棺材，不然死了放哪都不知道。哎，你这么着急找老婆，不就为了留个后吗？不过你这身体啊，你别找，你的身体早坏了。胡说，你硬得很。No， 你什么意思？吃拉倒，反正没几天活了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最近一直失眠多梦？腹部剧痛，每逢初一十五，这全身瘙痒难耐，如同万蚁食心啊！这小子竟能洞察我的身体，莫非能给我治病的有缘人是他？你胡说八道！敢撞我们家九爷，看你嫌命太长了！我不杀！请先生救我！九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干嘛给这小子跪下？啊！既然能看出我的问题，那就一定能治。哎，对呀、啊，老人救。哎，你这一进来就抢我老头，接着要我自费双手把你平救。哎呦，我刚才，我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你说让我什么都愿意干，我只想活命啊！九爷，就算他能看出什么问题，他一个毛头小子能治什么病？就是就是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不错，看呐，看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救救你。天地无极乾坤剑，你坏了我的好人，你们去死吧！雕虫小技敢班门弄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招。九爷，九爷，你小子死定了！啊，你杀！爽！爽啊！我军军手下感觉好极了，我好像年轻了十岁。大恩不言谢，五爷你救，这功就是您的了。只要您一句话，上高山下火海，绝不推辞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没事赶紧滚，还要和我老婆入洞房。恭祝江先生、江夫人入洞房。入洞房。I'm flying, I'm flying high like a bird, but my flight. 寒霜之地，我来了。Pulling me down. 这么快就说好了。水里有什么好玩的？一会儿还有更刺激的。更刺激的？好啊好啊。今晚你们都不想走。我
色。这就是你说的，我刚喜欢被动型。雨欣，在干嘛呢？不要着急嘛。哎呀，玩的挺花，你点出辣子呗。一会儿你就知道。雨欣，别在那弄辣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每分每秒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啊？快一点，我都准备好了。说，这个要是溅在你身上，你有什么感觉？这么高的温度肯定得很疼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刺激？雨欣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当然是和你试试。我不用玩这么大吧。救命啊！就你一个乡巴佬还想和本大小姐睡觉，做梦了。能配得上我的男人只有那高高在上的麒麟神子。怎么笑得这么惨？现在的年轻人冷静过猛的，啥话让卖不出来呀、啊、你也年轻过，动静可比这差呀。我那时候啥也不懂啊。啊，救命啊，我受不了了，看飞碟。怎么了？还好今天小妖跑得快，不然不死也得烫出一层皮来。只剩下72小时了，再不和双安肢体的人睡觉，我就要化为一滩脓水了。我干脆往这边跑了。先跳吧，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再给你吧。衣服呢？是你？你赶紧把衣服穿好。别吵，我走。哎呀，这是我房间，要走也是你走。你胡说！你才胡说！我房卡就在床头柜，你自己看。你这个臭流氓，不仅劫色，你还偷东西。我偷东西？大姐，你开玩笑呢吧？什么？你这叫大姐？不谢叔子，你自己找那个人过来。谢了。雪曼，你的房间是至尊区908，房卡在我这儿还没来得及拿呢。昨天我还纳闷你去哪了，怎么连房卡都不要了？某些臭流氓不光劫色，还偷我东西。你什么你啊？我只是把你对我说的话还回去。有什么不对？雪曼，你现在可是一线大明星，你要是和这小子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消息传出去，
那些粉丝不得炸锅？赶紧处理干净。行，退不起。不过你昨晚的表现一般。哎哎哎！我一般，我一般，把我当什么？我鸭子。还剩不到六十个小时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老头子给的锦囊。臭小子，鬼市就知道你搞不定那些女人，替你和寒霜之体的女子订了婚约，你速速前去。还是老头子想的周到，沈雪漫什么？我来了。这是什么？验孕棒。我昨晚只是跟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，但是和谁都没染上。是是是，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什么都没发生。你是小脸滋润的，像做了医美一样，得有多大动静才有这效果？对了啊，我可知道。什么？赶紧把他藏起来，可不能让他知道我跟一个扫厕所的男生在一起，这可丢死人了。你跟那个扫厕所怎么了，同学们？雨晴，你来啦？我刚刚没听错吧？你跟一个扫厕所的上床？你还说我？那你还跟扫厕所的？我和你干了吗？他就是个挡箭牌。那你到现在都没遇到一个中意的。我心目中的如意郎君，只有那天生神力、一武双全的麒麟神子。至于其他男人，我看都不看一眼。这谁人不想嫁麒麟神子啊？可是这神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，也不知道哪个幸运儿能嫁给神子。麒麟神子。难道是他？可能不可能，他怎么会是麒麟神子？什么？什么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脸都红了。没什么。说正事，那次招晚宴成果怎么样啊？你说是给谁准备的晚宴？到目前只差3000万，等我接了这部戏，就凑够了。这可是3000万。哪部戏能给你这么高的片酬？要不然我给你借3000万吧。不用，这个秦念呀，我必须亲自办。我红脑袋大旗开了，我如果胜任这个女一号，这3000万不成问题了。到时候我会在秦念面上向神子表白，看我对他的爱意。说不定这麒麟神子喜欢的是我呢。喜欢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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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欢。我呢，给你3个月的时间，你要是筹备不好，那我可就要筹备这秦念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。放心，这秦念呀，是我的。秦神子呢？是我的。好，我等着，走了。妈，我好像看到左边那个男的了，他就在下边。你怎么这儿啊？走，我们去会。这沈雪漫也不到票，那是个什么东西呢？
奉旨的。他幽怨迷离的双眼令无数女人魂牵梦绕，他东倒西歪的牙齿像少奇一样让无数的女人为之疯狂，他松散唏嘘的胡须让无数女人为之神魂颠倒，他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冯公子。 This me 善良登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看你两个这个动作怪不怪的？小姐，我听你最近准备做一个大电影，是女一号，第一个想到就是你呀、啊。昨晚和我睡觉的人居然是个大明星，不亏不亏，老婆子考虑的确实周，不服不行。今晚生日快乐，我房间讨论一下当期。哎，靠，还记得我？你昨天晚上，你闭嘴！哪来的野心？我跟你说话了吗？你怎么没管？我看你才是野小子吧？我跟吴未婚现在在谈恋爱，你不嫌你的电灯泡亮？赶紧滚！滚齐！我不管你是谁，都别纠缠吴未婚。这个无赖，睡了一晚，现在就要我当他的未婚妻，得寸进尺。昨晚的房间，一个流氓，你闭嘴！看到了吗？当事人都这么说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我！我跟你没完！给我上！来劲！我被你没个反应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还在作乱吗？看见了吧，能打又怎么样？关键，好歹也是全市。看到了吗？现在错了没？我错了。啊，冯公子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？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？是冯大哥导演的公子冯绍。你这样会毁了我的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让他滚。行，这回你说的，别后悔。上台一。醒了。这才是我的良药。冯公子。冯公子，雪曼，你来了。嗯，冯公子，您还好吧？哎呦，好什么好？我都给那小大半条命都要没了。那我那部戏女一号的事儿，还想着做女一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事没戏啊。除非你愿意接一下床戏。床戏。不对呀、啊，如果沈雪曼是寒霜之体，那我昨天我的时间线竟然延长了。看来睡一次不能彻底好了，还要多睡几次。姓冯的那家伙色欲熏心，打着拍戏的旗号潜规则，不知道多少好女孩被他给霍霍了。之前这个女孩被人玩大了肚子，不想负责，那你还想得开，直接跳楼了。嗯，他死马屁。你们说的冯公子是谁呀、啊？除了冯导那色批儿子，谁还能干出这种畜生事啊？不好，您看他怎么一个男的？床戏。对啊，怎么不愿意啊？床。这个电影可是大制作，一旦播出，肯定会引起轰动。
露出整个电影圈全都是他的痕迹。可是口气什么口气噻，我想的嘻嘻歪歪呀。我担心这个尺度会不会太大了。什么叫尺度大？这个叫艺术啊，艺术懂不懂啊你啊。算了你走吧，你不想演有的是长眼。不是的冯公子，我真的很需要这次机会。那你什么意思呢？你想演了？是的。那你快点给我试一下这顿戏。冯公子，您不是受伤了吗？结果我一聊到工作的事啊，直接就什么病痛都忘记了。哎呀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赶紧来试演这段戏了。冯公子，要不我们换个时间，或者找个人多的时候。啊，结义不如壮义了，是不是？现在我可以给你单独辅导一下。宋姐，你怎么敢打我？这部戏不想演了是吧？不是的，冯公子。那你就给我脱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给我脱，和干干净净的配合我演完这场戏，否则这部戏你想都别想演。我看来不知道你想演了，有的是人。不是的，冯公子。我脱。真的？他徐曼，你别听他的，这家伙就是想潜规则你。你怎么来了？冯公子，我们有拦住他。废物！贼了我不还，你个破改的又来破我好事。我说你这人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？看来是上次打轻了，这么快就好了，伤疤忘了疼。哎呀，还看出来了，丧彪，给我弄死他！你快走，丧彪可是江城第一狠人，你是对付不过他的。看来我这未婚妻对我还不错。放心吧，你就在这看好了。在我面前还敢如此嚣张，念你年少无知，给我跪下磕头认错。我或许还可以考虑饶你一条狗命。要不还是你给我跪下磕头道歉吧，这样我打你的时候我下手轻点。大胆，在彪哥面前还敢如此无礼，彪哥还不快弄死他！我他妈弄死你！哎，别！你真要动手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你抓！哎呦！你我擦！你他妈找玩阴的！我操！快上！我他妈弄死你！就因为你叫丧彪。我你妈就他妈你叫京城第一狠人，我错了在哪儿？在哪儿？疼死我！彪哥，你居然替这小子跪下道歉，滚犊子！我这是让你给我弄死，不是你给他跪下，赶紧干他！呀妈你上！这下老子不抓了！你这个烟酒爷丢人呢！你对，我是杨酒爷的人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杨酒爷的人，你打我就是等于打杨酒爷。杨酒爷，就那什么，所谓的江南地下皇帝啊。嗯，你知道就好。我告诉你。杨九爷可是黑白两道都通吃的人，你再能打又能怎样？能打十个、一百个，还是一千个？杨九爷手底下可是有足足八千门生，每一股唾沫就能淹死你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多厉害的人物呢，玄武的手下，他要是见到我，估计得害怕的跪下了。你说这句话就当作是你的临终遗言吧。去，请九爷。是。别说大话了，杨九爷要来了，你再不走就没命了。放心吧，老婆，你老公厉害着呢。什么老公啊？你还动手动脚的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一回生二回熟，咱们都见第三次，而且这第一面我们就上手了。你闭嘴，别废话了，你还不快走？没事。
哎，九爷，哎，九爷，九爷，你请看看我这满身的伤，哎，我这九爷，你要再来晚一点，彪哥直接就被这家伙打死了。不是啊，九爷，这小子目中无人，九爷会弄死他。没错，太丢人了。等等等，连我的人都敢动，凭你做任务去。错，我何错之有？哎，九爷，你人都在这儿，这家伙还能这么嚣张？九爷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？没错，我就想一拳打死他。好小子，敢和我这么说话！今天要不给你点教训，你都不知马王爷几只眼！给我上！将军，你要给谁教训？是你啊！我尼玛，你这是不是挺有意思啊？不教训男孩，教训我吗？你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跪下磕头道歉。别闹了，赶紧按照他们的做吧，醒了就没了。我要真跪下磕头道歉，你问问他杨天九受得起吗？放肆！你他妈怎么给九爷说话呢？你九爷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该弄死这家伙呀！是啊，不弄死他不足以平民愤，那么刀不如。你打我干什么呀？九爷，你不应该打这小子吗？打他们！哎呦喂，闭嘴！想想这身份是何等尊贵呀、啊！尊贵，他不是乡巴佬吗？他就是乡巴佬。哎呦喂，俩屁话，就是我也得对江先生毕恭毕敬，何况这帮废啊！杨天九管辖无方，来吧，江先生，对，害群之马到哪都有啊！发现问题掉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九爷怎么跟这不知道哪来的家伙赔道歉啊？您坐了这么久，我帮您。哎，客气。我们该怎么办呀、啊？这多不好意思、啊。对了，杨九，我告诉你啊。血脉可是我照的，以后这些阿猫阿狗如果再……你们几个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江先生赔礼道歉！好、哦，江妹子，这样你不得罪，还行，还。哎，别！我就是一个土包，可受不起你们道歉。我们错了，错了。你们有半点不诚之心，就砍了你们脑袋当夜壶替。哎，那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啊，君子不出十年我来，我非要让爹爹挑出这口气。慢着，叫你走。你跪下，给雪曼道歉。你，我爸是我们大哥，国内最著名的导演，你让我跟一个女人道歉？不可能！你爸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没让你爸道歉。再说了，就你爸那所谓的权利在我这里狗屁不是。如今西大天王奉我爹地为教父，西大王再奉我爹地为干爹，娱乐圈三大上戏公司都奉我爹地为座上宾，我爹地一个人就可以扛起电影圈一半的票房。你区区一个土包子，竟然敢大言不惭说我爹地狗。是，你哪来的狗胆？小胖，我没事的。这冯家在娱乐圈确实呼风唤雨的，你要不就算了吧。动你，不行，我说的。呸！少给我这什么狗粮和水。我已经给我爹打电话了，他马上就会到。江先生，算了。怎么？不怕？说来惭愧，杨天九啊，在江城也算是一号人物了，但是影响力仅限于此地。杨先生，遍布整个华夏，人脉关系在商界都是呼风唤雨的大佬，混社会的登不上台面。冯公子，你看你也没受什么损失，要不就算了吧。没受什么损失，那我今儿被白打。趁我爸没来之前，赶紧给我跪地求饶，再把我脚给我走走干净了，我不会找你。我怕待会跪地道歉是你。
你小子还他妈敢在这装蒜吗？那别太过分啊！今天这事给我个面子，给了阿妈的面子，老东西我他妈给过你，你他妈给脸不要脸，你！江小爷摊上冯大哥这个大人物，江小爷恐怕……公子，以前呢，我有得罪，今天呢，道歉啊！现在知道道歉了啊？知道了。晚了，我爸马上就来。哎哎哎！耍流氓！姐妹，快走！走！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救他。我这杯喝了，我就放过你。谢国丹，你欺人太甚啊！我就欺人太甚，怎么了？你什么你？杨天九，你装什么逼？说好听点你是地下房，你说难听点你就混混头子，上不了台面的垃圾。哎，先生，你别喝。就是这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吗？你说这尿什么味道？那还用问？冯公子的尿当然是清甜可口，醇香异常了。能喝到本公子的尿？是你祖坟冒青烟儿、啊，既然这么好喝，那你来喝啊！来喝！臭小子，要大胆子，再把碎尸万段！你这话就不对了，是你说这玩意好，我出身贫寒，受不起。哎，全都给你享用了，你应该谢谢我才是。等等等。爸，你总算来了，要不要欺负我？我是你宽娘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我媳妇已经被暴打，还被喂了尿，你这是误会？就是你小子欺负我儿子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分青红皂白？你儿子想娶贵的女演员，被识破之后还想发往印象宫，你这当爹的，来吧！我还以为多大的事，就是我儿子想追个女人，是你把他打成这样了。冯导身为娱乐圈的擎天巨擘，更是拥有无尽的权势，想被冯导睡的女人如同过江之鲤，孰胜孰啊？冯公子睡她，那就是他的荣耀，他还敢反抗啊？是谁这么不识抬举啊？记下名字，给我永久的封杀。今天我还真是大开眼界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。废什么话呀，你能打了不起吗？还认识混混头子了不起吗？在我们这种有权有势的人面前，一句话都让你混不下去。我现在除了娱乐圈三大集团鼎力相助以外，现在金陵集团也对我们全力支持。你是说由众神殿朱雀大人管金陵集团？没错。朱雀怎么支持这种家伙？这金陵集团可谓是华夏第一集团，资产高达上万亿，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们冯家前途无量了。这一次你不还得罪了金银集团，得罪了众神殿，这回你死800块都难辞其咎了。问你吧，你这嚣张的样子，我真的一刻都看不下去。我爱朱雀，听说你投资了冯大哥，我要让他全部公司都给我破产。小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他刚刚说给朱雀大人打电话，说让冯导公司的背后投资破产。我见过脸皮厚的，但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。你们所依仗的底牌，无非就是背后的权势。行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会让你们所依仗的一切都灰飞烟灭。行啊，小子，那我倒要看看。你怎么让我们灰飞烟灭？小姐姐，您这事儿啊，彻底闹大了。无妨，一群臭狼小鼠，上不了台面。您哪说的？人家只不过太大意了。这是倒数赌，5、4、3、2。
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为了救我，不能把他一个人丢在上面。雨清，小厕所的那个男人在医院有危险，快带人来救他。三，我爸爸呀，快点都哭了。我们什么时候破产的？我都等不及了。是啊，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。二，一。什么？破产了公司？怎么可能？姓冯的，你到底得罪了哪位大人物？怎么好好的一家公司就是这么被你搞破产了？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姓冯的，给我放下。好好的一家公司被你弄垮了，我们要去越战市场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完了，所有公司都倒闭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真是谁杀的吗？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滚！是不是不该在这见钱？你还不相信？我都被你害死了！千错万错都是我这个弟子的错，就饶过我们这一回吧。这是现在知道错了吗？晚了。哎，杨哥，大姐，你都盯我三小时了，我脸上有花。冯导在华夏也算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了，怎么会给你下跪求饶呢？我就随便打了个电话，让他旗下的公司破产，他就吓得下跪求饶了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想演电影女一号，还是帮我申请啊？净吹牛！不过看在你今天舍命救我的份上。我可以给你一点奖励。雪曼，你在家吗？怎么样了？我来了。这么晚怎么会有人？我这声音怎么那么像吴雨清啊？雨清，你来了。啊，雨清。你来了，不是你打电话让我去救人的吗？我去医院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今天太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你就拦着我几个意思啊？大晚上给我薅来，屋都不让我进啊！哎呀，雨清，你看这天色已晚，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。这屋里不会有男人，不会就是那个扫厕所吧？哎呀，雨清，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我懂，这女人呐，一旦开了荤呢，就想再体验一次。行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你好好享受。雪曼，谁呀？好了没有？哎呀，来啦！这声音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江小川的老婆？应该不会是他。什么血脉眼光很精，怎么可能看这个相？我要看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晚了，只剩一天时间了，得赶紧找双汉肢体的女人睡觉才行。雪曼，你好了没？我操，正点啊！你准备好了吗？赶紧吧，大姐。行，那你来吧。How can I be sure?You sure you won't walk away?
哇，这么出头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，能让雪曼这么主动？啊，不行不行，女强，非得有事，非得有事，非得有事。How can I be sure？ 过了今晚，我希望你忘了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早就心里有数，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，哪怕是我的身体。按你这么说，你不是真心的。当然，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乡巴佬？行吧，我也不强人所难。你就这么走啦？我江小川虽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，但也有最起码做人的底线。强人所难的事我不干。什么？这部剧的女主还继续让我来演？不会是诈骗电话吧？银行卡到账3000万元。天朝真的到账了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可是我得罪了冯导他们，怎么会把这个角色给我呢？难道你不是想演电影女一号吗？本事包我身上，难道真的是这个乡巴佬？他怎么会有这种本事？不行，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。喂，雨清，我明天要请你吃饭，当然是要告诉你个好消息啦。完了，还剩下不到20个小时。想不到我江小川一名使，连个女人都找，这不是活活把我憋死？对了，还有2个警察。星耀集团是？好，我来了。吴总。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？这是星耀集团上个月的财务报表，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。目前集团形势难以逆转。对了，我们放出了招人令，有人来挑战。报告吴总，考验实在太难了，众多挑战者全都望而却步。重金之下必有勇，所有奖励翻10倍，一定要能找出有能力者。是。星耀集团，我来了。各位，都跟我来。星耀集团发布招贤令，一共有500道考验，若是能完成其中任何一道，就可以获得100万奖励；若是能完成前10道考验，更是能成为星耀集团测评专家，成为吴总的合伙人。哎呀，好啊！办法不是好的好。我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，拥有金融、法律双博士学位，这个排名100的考验我接了。排名100个考验被领取。什么？打赢325件官司，还在3天内完成？这是人能完成的考验，不愧是星耀集团。可是这给的也太多了，只要能完成考验，直接获得千万奖金，直接实现财富自由。不愧是星耀集团，果然财大气粗啊！对了，美女，你们总裁呢？我来找他睡觉的。哪来的乡巴佬，满嘴污言秽语！赶紧滚蛋吧！你又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要是你这种人能来的，嘿。凭什么不能来？这位先生，如果您是来参加挑战的，我们欢迎。但如果你想要通过这种奇谈怪论获得关注，那我抱歉，请你离开。就是，你要是能完成前世的考验，不但可以成为特聘专家，还能和吴总天天见面。就他，他有那本事啊！赶紧滚吧，省得丢人现眼。
就是啊。我看这小子啊，为了出名连脸都不要了。不就是排名前十的考验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还真想完成前十的挑战啊？他根本不是你能完成的，看脸白看。这十条考验看起来也不难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杂杂耍。怎么样，说了很难吧？你还不信？这些考验挂了最少有三年之久，多少高手来看了都铩羽而归。我劝你最好知难而退，免得自取其辱。排名第一的考验被领取。你疯了！排名第一的考验你都敢接？集团还有些自不量力的人捣乱接考验，专门给前十考验的定下违约金。你要是完不成，违约金至少有1亿。我看这小子为了10亿赏金，连最起码的理智都没有了。到时候他不光要赔违约金，这星耀集团的忠实良民他可是实时播报的。到时候那考验失败的人，哎呀，昭告天下，这丢人可丢大了呀。要我看，这小子为了出名，连最起码的脸都不要了。就是啊，你实在是太冲动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事都不考虑后果。冲动吗？冲动的还在后面。排名第二的考验，排名第三的考验，排名第四的考验，排名第五的考验，排名第八、第九的考验，排名第十。哇，你怎么把排名前十的考验全接了？就算是第十的考验，也不是你这种乡巴佬满足。这有。小意思，你仔细看了这排名前十的要求了吗？是要你去忠义堂要回他们强占的300亩土地。现在土地寸土寸金，这300亩土地至少价值100亿，他们怎么可能拱手相让？我听说这忠义堂是当地最大的流氓团伙，打着忠义之名竟敢龌龊之事，有不少人丧命在他们手中。对对对，还有排名第九的赵家，还有排名第八的捕鼠联盟，还有第七的胡家，这哪一个不是嚣张跋扈，全是滔天啊？是吗？那我更期待了。这疯了，他一定是疯了。他肯定疯了，他疯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这里任何一个考验稍有不慎就会丧命，更何况你细胳膊细腿。我看是嫌你长了。哎，这上面的奖励都是真的，你可不许耍赖。要不签个合同？你现在还没签字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？真签？你也好好考虑一下。现在好了，板上钉钉了。这是当年和忠义堂签的合约，你好好看看。好嘞，等我好消息啊。哎，帅哥，虽然你此去十死无生，但我希望你能留个全尸。不用这么悲观吧？不就收拾几个南瓜而已。你要是真完成了，说不定我总真能陪你睡觉。真的？好，等我的好消息啊。这小子还真去啊。见骨不要命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。是啊。不如我们打个赌。好，看看这小子能活多久。好啊，我赌他最多能活一个小时。哎，不对，这里去忠义堂29分钟，然后他1分钟被打死了。就他打死还能用1分钟？哎，他刚到门口就被个大逼斗给干死，所以我猜他最多活29分钟。不行，我还是把此事告诉给吴总才行。自不量力的家伙。是啊是啊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竟敢在我忠义堂闹事！你就是忠义堂堂主林中，我这里一份你强占土地的合约，我是来拿回来的。我看你是受死的！好久没有打西药进来的人，我都有点怀念了。爷、yeah! ，怎么回事？漂亮小子，谢肯在这找死！站住！全部都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皇帝，吴
自量力。今天不把你挖出消息，我东银行就和你们扯过一次，你死定了！两个，我记住了，全是一群不忠不义之人。信仰之力，东银行屹立江城30年，是我如此奇耻大辱，我把你剁碎了为狗！你想干什么？说了，我代表信耀集团来收回土地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地下皇帝杨九元的人，动我就是动杨九元。杨天九，放肆！竟敢直呼杨九元的名讳！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来了，你小子就等着受死吧你！行，我倒要看看我怎么被收拾，收拾你脏我的事情。你嚣张，嚣张至极！九元来了，希望你中午还能这么一致。我待会啊，他见到我得一起下跪。你，九爷到！九爷，这里有记者，有记者。杨天九拜见杨先生。九爷，您这是？混账东西！就是连我都有小心翼翼让的存在，竟然让你这个废物给得罪了！我不知道，九爷。杨先生，此人如何处置？此人欺行霸市，为非作歹，随便打你，丢到江里喂鱼就行了。是。动手！是，不要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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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了，这次我除了来收回土地，还要完成上面的清单。你传达下去，帮我完成它。若敢不从的话，一个不留。钱先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兄弟们，走。喂，你在哪呢？立刻来见我。美女，我很忙的。有没你哦，你不来会后悔的。美女，地点我这就发给你。行，你等着啊。雪麦，你到底给我们介绍什么样的青年才俊啊？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雪麦，你怎么哭了？我刚刚可能眼睛进沙子。买定一手，买定一手。你们说，那小子要中一手的？那我不管，反正我今天下了重注。用不了一分钟，肯定会出现考验失败四个字，到时候我就赚大发了。放心吧，雪曼，我马上就到，我等你啊。我买他不能。他们这是在干什么？还不是那小子，他家在赌，他还能活多久呢？以后再有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，直接撵走了。是。以我的名义给周玉堂堂主打个电话，就说改日我亲自登门道歉，让他放了小子一条生路。我就知道您不会见死不救的。不用说，先走。排名第10的考验圆满完成，排名第9的考验圆满完成。什么回事？排名第8、排名第7的考验圆满完成。不可能！第6的考验圆满完成。这小子到底是哪路神仙？不是幻觉吧？这不可能！是不是做梦啊？哎，公司有救了，吴总。不好意思，各位来晚了。青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哎，别提了，公司来个捣乱的家伙，耽误点时间。雪曼今天可是要给我们介绍青年才俊呢。哦，该不会是昨天晚上那位吧？青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晚上。雪曼可是跟一个男人，闭嘴！瞧这小脸红扑扑的。好了，快说说这位青年才俊到底有多优秀？如果没有麒麟神子的话，他应该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。托付终身？那是托付给我们，还是托付给你呀？我们哪都有你啊！总算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先生请进。我朋友来约我谈事，就你这酒香罢了，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。快滚！小爷我天天照，那长得可是一表人才。想开啊，我还着急进去找女人。妈的，老子跟你说了不提是吧？狗眼看人低是吧？快来人啊！有人闹事。
我就是来接个女儿谈个事，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。敢在我这里闹事还打伤我的人，今天我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这可是你们自找的啊。给我跳。哎，那边怎么了？糟了，该不会是那个家伙吧？哎，等等我们呢，等等我们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那年我双手插刀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罪。你别乱聊，现在可是法治社会。现在知道法治社会了。他们不还要跟我动手吗？什么？通过了前世所有的考验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我错了，我这真错了。周翔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陈雪曼，进离宫。风来。他是谁？他好帅。我就是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英俊潇洒，才高八斗，貌似潘，号称一朵梨花压海棠，人送外号玉面小飞龙的江小川。他不会又想来睡我的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不好意思，我把你弄好。江小川！哎呦，别打了，我是他老公。什么？他就是你扫厕所的老公？没错，我就是他老公。你别这么看我，反正你也不想要我。谁是你老婆？我那是缓兵之计，任务早就完成了。你敢发誓完成了？谁说给我自己了？谁玩低了？你闭嘴！雪曼，昨天晚上跟你发生关系的男人不会就是他吧？到底是不是？这又怎么样？我是要怎么样？如果是你，应该跟我说一声。你们把我当什么了？想要就要，想丢就丢的玩具啊！你以为你是什么？对，你就是玩具，连玩具都不如。这证明不利。你如果真的想要我的男人，你跟我说，我可以给你。反正我也不行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帮他。帮？都帮到床上去了吗？我也不喜欢你，我只想睡一觉。你无耻！你败类！哎，我住。云溪，若男，这位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江先生，江小川。江小川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玩的还挺花。我是真不知道到底哪里招人喜。行了，你们就别说了，他人挺好吧？没事，不知者无罪嘛。我是第一次听人说自己不知者无罪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是说你们俩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说吧，你想让我们家雪曼给你多少钱？我不是要钱的，我又不缺钱。你说你不缺钱。那我问你，一个月工资多少？我喂，老杨，你把钱要回来了？才300，我说了我对钱不感兴趣。雪曼，你听听，他对钱不感兴趣。这样，你直接注资到星耀集团，以后低于1000亿以下的事儿就不用跟我说了。对了，你们刚刚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是？对了，你们刚刚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是吧？好了，江小川，你就别装了，做人要坦诚一点。你有没有钱，我又不在乎。我怎么就不坦诚了？雪曼呐，这就是你说的青年才俊。我看他没点本事，满足。行了，你们就别说他了，能不能给他一点面子？你看看我们家雪曼多好，到现在还在为你说话。你没本事就老实一点，别整天装什么大尾巴了。不是我装什么了？我是对钱真不感兴趣吗？好了，江小川，做人要坦诚一点。我怎么就不坦诚了？还装呢？
张口闭口就是300亿，一千亿以下还是小钱，你知道这些钱摞起来有几层楼高吗？雪曼，真不是我要诋毁他，你看看他说的话。要我说啊，他就是入戏太深，谎话说多了连自己都信。不就300亿，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吗？啊，再说了，我和雪曼之间的事关你们什么事？雪曼，你听听，我告诉你，雪曼可是我的好闺蜜，我可不许你欺负她。你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什么？四大财阀要见我，没空不见。不是四大财阀见我干什么？我又不认识。装的还挺像。你听他说什么？四大财阀要见他，他还不见。他等一下不会说要让四大财阀亲自上门见他吧？四大财阀要真想见我，让他们亲自来找我。哎呦喂，好大的架子！四大财阀要见你，还得亲自上门呢。要不我们还是走吧，像我们这种小鱼小虾哪能跟他在一起吃饭呀、啊、没事，我不会看不起你们。能不能别开玩笑了？我没开玩笑。不，哎，别走啊。江小川，我好心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你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今晚我要举行麒麟宴，宴请神子现身，我给你一个参加的机会，结识人脉，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。哎，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走了，我和谁睡觉去？麒麟宴，宴请神子，不会是找我吧？完了，不到6小时。雪曼，你这样才对嘛？就是。那样的人就该离他远远的。我真是不明白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。星耀集团的股票真的涨了。什么？你说的那个解决前世考验的人呢？我赶紧带我去见他。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但现在还没有消息。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人你竟然没留联系方式？我没想过他会通过考验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继续去找，我需要他们帮忙。你还来这干什么？你找我道歉的。原谅我，我没多少时间了。您终于出现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把我们总裁喊过来。接呀，怎么没人接啊？你先在这儿坐下喝杯茶，我马上把我们总裁喊过来。哎哎，赶紧吧，要是再慢一点，小爷我就性命不保。还不来？原来喜欢的是我，这不早暴露？不行，我得赶紧过去看看。雪曼，人到的差不多了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麒麟宴，我仰慕神子多年，今天我要在这里向全世界宣告我对他的爱意。我听见你的声音，有种特别的感觉。他们要是不信我麒麟神子的身份怎么办？有了，
白主训，你们立刻来黄龙山庄，我要向世人宣告我的身份。是。好小子，麒麟神子也敢冒充？我麒麟神子消失这么多年，也没人见过他，是死是活也不知道。他能冒充，那我也能冒充啊！爱你。谢谢各位。哇，真是感天动地呢。是啊，麒麟神子一定会看到你的心意的。来，让我们为雪漫的勇敢鼓掌。神子到。是麒麟神子啊，神子真的出现了。沈雪曼，听说你仰慕我多年。是的，沈子的，我就是您的偶像啊！不，我一时激动说错话。沈子的，您才是我的偶像。雪曼坚持多年，总算等到沈子亲至。不过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？我被你这赤诚之心所感动了，今天我特意来，就是为了成全。什么？成全我？是真的吗？当然。我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人？你愿不愿意做我女人？太好了，雪曼坚持多年，总算得偿所愿。你还等什么呢？雪曼，快答应他呀！你不答应，我可就要答应了。我没有听错吧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当然不是在做梦。我麒麟神子，一武双绝，天下无双。只要你肯嫁给我，我保证会让你成为最幸福的女人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我愿意。简直是天大笑话！这冒充麒麟神子，还不巧？怎么有两个麒麟神子啊？是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我说的更清楚吗？这个假，假冒的。什么？我就说今天的事情太离奇了。没说不是嘛，麒麟神子能亲自到现场，这就非常离谱了。当众让沈雪曼成为他的女人，这简直离谱到家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假冒的？你还有脸问？你自己什么身份自己不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麒麟神子，还敢狡辩？我才是真的麒麟神子，沈雪曼才是假的。你连一个扫厕所的身份都分辨不清楚，本神子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。什么？冲厕所的？怎么是你？一个扫厕所的臭小子，还敢冒充麒麟神子，简直罪无可恕。我好心好意帮你参加情宴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吗？我真的是麒麟神子。够了，夏小川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说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有雨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，还要出来沾花惹草？就是，我之前以为你只是人品差了点，爱吹牛，没想到啊，你简直就是个渣男。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个屁！这冒充麒麟神子可是死罪。你为了得到雪漫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来，简直就是丁虫上脑。我是真的麒麟神子。他是假的，说我是假的，你是不是假的？心里没数。我看你这身份被揭穿了，污蔑我吧。此乃神子令，乃是麒麟神子的专属令牌，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身份？这才是真的麒麟神子。他是假的。你闭嘴！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使用卑鄙无耻的手段吗？井底之蛙的家伙，
妄想窥探神子的尊严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麒麟神子的厉害，是吗？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厉害。真是冥顽不灵，死不悔改，还在嘴犟。人家正主都已经在这儿了，你还要装下去吗？既然你说你是麒麟神子，这麒麟神子一武双绝，天下无双，今天非要用拳头来揭开你的面目。还装呢？神子，这家伙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你，你今天一定要亲自收拾他。区区蝼蚁还想我亲自出手？众神殿何在？我弄死他。放心吧，两位美女，凡是触碰我麒麟神子尊严的人，我都不会放过他。这些可都是我花高价请来的顶级杀手，这回我要新仇旧恨一起报。一群跳梁小丑也敢班门弄斧，神子啊，你的这群手下连我这个蝼蚁都打不过，要不您亲自试试？江小川，我知道你懂点拳脚功夫，但是你跟神子比起来什么都不是。我本想替你求情，可是你却打翻众神位，真是罪加一等。神子，你不用顾虑我们的面子，去维护你的尊威吧。是啊，你不是还要杀了我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是法律社会，打架犯法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犯法的。当年麒麟神子护国有功，陛下特赦先斩后奏之权，你不必拘受于法律的条条框框，现在就别杀了。太嚣张了，神子，你不能再这样纵容他了。你不杀他，不足以平民愤。来，好啊，所以自找的。麒麟神子，不怎么样，盖世无双的大英雄，怎么现在这副怂样？别杀了！你怎么一个普通人都打不过？因为他是假的。什么？他也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。麒麟神子何等威风，就连众神殿的无名小卒都是铁骨铮铮。岂是他这种贪生怕死之辈？可是他有神子令啊！你们还不行是吧？那我就这里等着。姓冯的怎么是你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还一个走私所的都能假扮神，我凭什么不能？杀了！我杀了你！冥顽不灵！你完了！我冯家三代代传，冯家老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不，也不要断我冯家血脉。冯家老祖，没错，我冯家老祖乃修道的修仙之人，一身实力无可比拟。他要是知道你让我冯家血脉断了，绝对不会解除你。是，不知和我这个麒麟神子比起来，孰强孰弱？时候你还要装？你要是麒麟神子，我他妈立马就去吃屎。江小川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是有点拳脚功夫不假，你真以为自己是神子吗？是，你是揭穿了他的冒牌货不假，但是你自己不也是假的吗？你们为什么就不信我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凭你爱吹牛，还是凭你爱装逼？就是，还在吹牛呢。麒麟神子怎么会是一个扫厕所？我还不信啊！行，用证明给你们看。快出去！你们到哪？麒麟神子，我们马上就到。神子有令，加速前行。这个小川，你还在装？你为什么不能学冯公子一样承认错误呢？我还要学他？学我怎么了？要错了就要认，挨打又挨上。四大护法到。
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，众神殿四大护法拜见麒麟神子。启禀神子，四大护法已到齐，请您指示。很好，起来吧。现在你们还有谁质疑我麒麟神子的身份？没想到我一直找个麒麟神子，竟然就在我的眼前。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只是个小厕所，怎么会？完了完了，我们摊上大事了，我们竟然得罪了麒麟神子。过你吗？你真是麒麟神子啊。信封呢？你做过多当女婿，甚至还冒犯，你这是死罪。小子，就算是我看走眼了，就算你真的是麒麟神子又怎么样？我们家老祖不会放过你的，死不悔改。谁敢动？多地成寸，凌波微步。老子救我！我就动了，又能如何？好小子，当着我的面，你敢如此放肆？放肆！竟敢对神子无礼！哼，看这儿。一群蝼蚁，不自量力！神子，我们给你丢脸了！撼天井，有点意思。你们退下吧。你就是麒麟神子？不错。世人都说你一武双绝，盖世无双。今日老夫倒要讨教一下。请招。住手！饶恕！神子威武！你不是说，如果我是神子的话，你就吃屎？来人，带着姓冯的下去吃屎。不来，不要了！